嘿，我是俏，今天要来分享我115件运动内外衣，就是我衣物类里面的其中一个品项。以穿搭来说呢，就是运动系列的，我当然也要收集一系列啊。身上呢，就是最近最新收到的，所以我先穿上它，非常之爱。这里不是什么健身中心还是什么，就是我娘家。然后我的115件，包括身上的都在这边。这是套装的，然后这是上身，然后这是上衣系列，运动瑜伽裤系列，然后还有袜套。然后脚套，然后这边是连身系列的，很多其实都有照片的。好，来看一下我娘家，因为这是我娘家新盖好的房子。然后这边呢就是二楼的部分，二楼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大概看一下。然后呢路人甲不用管他。好，我爸就是热爱健身，所以他买了一系列就是这些瑜伽呢，是因为我跟我妹很喜欢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路人甲帮我开启了前面相机。那上这件呢，就是这个品牌呢，我一定要特别分享一下。这是我在 Instagram 里面发现，它专门都做就是瑜伽运动系列。这一年就是非常多到这边的裤子，一方面也可以穿搭出去，那一般的穿搭外衣之外，你也可以直接就是穿这样，然后穿个西装就来去运动。然后背个包包，有没有？出门也很合理。这家的呢，我还买了2个这样子的一套，还有一件下身的。它其实裤子都有两条的。所以就觉得超好看，它就不管什么花色，几乎是有这样子的设计。无论你运不运动，你都要去这边看逛看看。它的包覆感跟质感真的非常的好，而且我觉得它价格没有很高。这边是一个很厚的松紧带，包得非常的好。好，台湾会跟流行就是做类似的。我穿这么多年来，就是我觉得这有差，也不是说国外就比较好，但是专业运动品牌，我真的觉得穿起来真的是厉害很多，包覆性啊，还有那种绷起来的感觉，哦，就是要试试看。这身上是其实是一样的，我本来就很期待，就赶快穿成套包了。刚刚那一件，它布料密度比较高，可以做运动强度非常高的，因为刚刚那件包覆性好，然后这件包覆性也好，但是它比较没有这么的绷的感觉，比较像是瑜伽系列。我很喜欢，非常喜欢。有没有这样出去非常合理啊？我觉得超好看的，我觉得很搭，还可以直接这样子就出门去。跟人家约会、吃饭什么的，也都非常适合。这是我画想象中的画面啊！大理石当然就是有帽、搭黑色或白色的那个西装外套，出门超合理的。这一年才开始就是非常流行，但过去就是都是长裤，它后面有口袋、暗扣。这是我的 Eleven 哦，它可以直接整个放进去。哦，看到了吗？然后随时就可以从后面套手机出来，好方便哦。这个是不是运动品牌很多，真的就是又好看、功能性又大，甚是满意。这也是同一个品牌，黑色的。那黑色它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啊，所以我一定会买。这穿起来一定好看。既然就是这些都是成套的，成套系列的，那我就先来讲一下。哇、哦，你看成套就这么多，这个是我还没穿过的。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它这个设计，然后我其实就是只想要买上身，但是因为它就是成套卖的，那总之这两个超好看，然后配上就是它有运动系列，就是整条吊在这边。另外一点哦，皮革系列，它就是有点皮的质感，但是它其实是尼龙布料的那边的感觉。我也是只想买上身，真的是露屁股烂的，有没有开这么低？到底是要怎样？我是想要拍照用的，像上次就是跟老公在床上拍的那一系列照片。我就喜欢拍照，就记录一些东西嘛，所以我就会买一些看起来是拍照用的。其实我还没穿过呢，但是这个下半身我穿看看。好，极高开叉，这个这样搭很分心，看起来特别漂亮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个效果也不错啦。想要有点不同的效果，是吗？是什么？有一天我应该会用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活动上面之类的。到底有谁要办这个？哎，这样好像也还蛮搭的，嗯，可以，还不错哎。这好崩哦，就是要这样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运动多元化哦。之前这两色我都有穿过，肤色会亮起来，真的运动用，然后包覆性确实也都还蛮好的。这个我是不知道它现在还有没有卖，但是我真的很推它的裤子系列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拍了吗？哎，我在拍我的运动系列。有啊，我一直在听，听到哪里有呢？好看啊。好，那总之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个裤子，它就是会包覆住你的蛋的地方，但这边又很松。所以就是有休息一大腿，做一些非常高难度啊、倒立啊，这样就是穿这个。3、2、1，上！啊，这还有！下，
来呢，买了很久还没有穿它，可以很轻松穿出去，可能就是东西太多，然后还没有轮到它。它这边是比较开网状的设计，慢慢的哦，但是好像会有一点露屁股感，青春洋溢，然后也是非常的可爱。好，这个 Mercy Q2 的 Mercy Q2， 你跟人家出什么就是运动系列瑜伽衣服啊？出的好，就这颜色很好看，豆沙粉的颜色，看过这么多网站里面，这颜色确实是比较美的，出的好，肩带也可以调。如果说你想要就是包高一点，这件就没有办法包得很高。这边又有一套就是类似色系晕染系列的 Free People 这个网站，就是它当然就是什么都有，很多是还蛮有它独特的感觉。我怎么这么会买啦？你知道。但是我买的都很好看啊！哦，它这个穿起来的那个感觉还不错哎，很舒服呢。只能说我眼光太好了。很好。啊，果然好看。它后面跟前面都有，就是这样子类似设计，我觉得很好看。而且它穿起来真的非常非常舒服。这边整条呢，它都是有洞洞在里面，很透气。个人甚是满意的。要换下一套，啊，这一套非常非常的舒服，不晓得它有没有其他颜色。但是我以前有100多件的，我还要再去看吗？当然要啊。那这两件呢，我都穿过。Free People 它的东西整体来说，它品质真的非常好，我就是非常喜欢它膝盖的那个设计。我跟我妹都有穿，真的非常舒服。这两套当时就是大家疯狂抢购的状态。好，浮夸系列。好，这个是在那个美国的这个网站，有点像 eBay 那个网站，就是各个卖家放在上面卖的。这个呢，它就是手工做的。然后这颜色我跟香香有穿，就是定大人和小孩的色系。另外一个颜色我好像还没穿过，是吗？哦，我忘记它了，它是美人鱼系列。不要怀疑为什么可以穿这个上瑜伽课，因为空中瑜伽就是有非常多的课。好不好？反正我先穿。它就是人鱼系列的裙子，很美耶，很美。有很翘哦，真的很翘哦。好，穿上后就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买。还没穿上前就说有事吗？就可以，就是跳舞嘛，有没有？好灵活的人鱼。不准回答我不好看。你说我很有事也没关系，但它就是好看。好，换下一件。这个它不是一套的，总之是短短的品牌。当时从他手上亲自收到的一个，我还没有穿它，因为你看我这么多，但是你忘记了，心虚了。总之我现在要穿它，这边一大片都是那个松紧带的感觉，可以把你的小腹压起来。好，很紧实。啊啊啊 ！OK， 它有把你的臀部往上拉的感觉，莫名很累的紧实感。穿上去应该是会很多人喜欢的、啊。它这边有一条，它会把你旁边肉往这边推的感觉。它的布料就是真的蛮舒服的。它这边是有一个强度，中强度的时候就是 hold 住，这个确实还蛮好看，对吧、嗯？好看哦。这个裤子真的很紧，这个就是在拉的时候会稍微觉得有点硬的感觉。这种裤子啊，就把你下半身收得非常好的，我个人没有到这么的喜欢，因为它就是真的很贴。我可能流汗之后，皮肤就是会开始起疹子的感觉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就是要让你的肉看起来非常紧实的感觉，那你可以选这个。这个适合跑步，但我觉得没有很适合做瑜伽。但是它的上半身我觉得还蛮喜欢，而且它的颜色还蛮漂亮。一套的还有这个，我当时就是因为它的颜色有一些亮点，然后所以买它。这一系列韩国的，等一下我就不特别讲到了。韩国运动衣服系列的网站有照片就是这样子放，就是这些我全部都穿过运动的。韩国系列的呢比较多，我觉得以好看为主。如果是在中高度运动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到这么的适合，更适合以瑜伽为主系列的运动。裤长上面就是一般身高的女生都完全没问题 ，OK， 你会觉得很好。像我170，我就会觉得有一些不是全部哦，稍显不够长。总之，韩系的运动有些确实就是也可以选一下，有些小设计是还不错啦，就是看个人喜好了，自己去逛逛。这些呢是一个台湾的品牌，叫玛丽菲斯。当
当时他找我分享，他有分低中高强度，也是以运动诉求为主的去制作这些，比如说像裤子，它旁边就是可以放这个手机啊。我非常喜欢的大理石系列，当时我看到就是内心尖叫，我接触到这厂商真的非常开心。它有一些不同色系的选择，有没有透气啊，你喜欢就是素面的啊，就是它都有。我觉得它上身最厉害的就是这一个深 V 系列，非常非常的轻薄哦，它会把你就是效果过得非常的好，然后你又能做就是强度比较偏高系列的。如果你想要逛运动衣物的话，也是一个非常能逛的一个网站。我都是依我感觉在讲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打广告。其实我是先买了这一个，因为我很喜欢它这一个袋子的感觉，很多品牌就开始有出像这样子材质系列的东西出来，这一家呢就没有这么低。国外很多品牌呢，它不一定会让你的胸部是托起，会把你的胸部紧紧包覆，甚至稍微压住。外国人他比较常会做一些更强烈的运动，所以他就是必须要把它包覆得非常好。亚洲女生才会比较喜欢，就是可能比较集中的感觉，就是会觉得比较好看这样。看你喜欢怎么样子。这个 Fortico 之前就是也有拍了不少，当运动也可以，你要当内搭衣或者是当小可爱穿在搭在里面的也都可以。想要多重性，就是比较轻松的话，这个系列就是也不错。它现在应该是没有卖的，它都是以这一阵团购，有些下面是有字，有没有？有些是袋子上面有字，还有蕾丝，不同的设计，选择性很多，非常的开心。好，这裤子我等一下讲，我先来讲一些各种奇妙的上身系列，拍照系列，只是是网状，然后透明，有没有？只是穿给老公看的。都结婚那么久了，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兴致，连呼吸都想揍他。女儿都跟他说：“爸爸打呼太大声。”他有一天晚上还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可以不要呼吸吗？”他就是好看，他就只有一条这个，一条这个在后面。未来我会穿来拍照用，但是不会看到我的脸，不用期待。接下来一系列也是买来拍照用，来穿看看好了。也是跟刚刚很像，就是削肩的，后面还蛮特别的。OK， 好，肚兜系列，如果说是内搭，比如穿在西装外套里面啊，我觉得都会非常好看。有没有？又是拍照系列，绒的那个质感，然后后面是蕾丝这样子。好，再来这个，因为它的设计，所以我买了。这是同一家的，但是它不是一套的这个系列，它都是有没有两边都有这个，或者是在这边就有三条这样子设计为主的一家品牌，你可以去看他们 Instagram， 都是非常厉害的健身人。那个欧美很厉害的是不一样。我当时就是也是因为它这个是网的，它不是透明，这个造型我觉得非常好看，然后又可以运动，然后它这个肩带可以调整，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。很漂亮，后面的设计非常适合性感又时尚的运动感觉。维多利亚秘密的运动衣，因为它粉的很好看，它后面就是还有这样亮亮的那个设计，非常漂亮，然后它是网的。今天一次要穿网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一个月不运动吧。穿起来就是这样，好，好看。当然了，我选的嘛。啊，换，穿一下又要脱了。哇，那这个呢？就是因为有它后面有这个设计，所以就是我就买了，就是一件运动内外衣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可以穿一下，这个是 Moschino 的，可以让你搭在里面的衣服。它不是瑜伽或者是运动系列的，因为它可爱就是在于这个地方。穿个西装长裤呢，再穿个西装外套，就会非常的好看。这个应该也是 Free People 的这一件的话呢，我就是因为它的设计，它就是一件运动衣，然后它完全没有内衬，两片布，让你不会露脸或是织凸的太明显。我认真觉得这个是瑜伽系列，就是一个我会喜欢想要买的设计，所以我买了就这样。你不想要穿好像类似内衣在运动的话，你就是穿一个很舒服的运动胸罩，再穿这个外衣，那这个就完全穿出去是没有问题的。就像这个，我竟然包了四色，好像也才穿过两次，就是白色，它真的很紧，各位观众，就是为了这一集好不好？好好看下去。我觉得一定是我胸部太大了，是我不想动了。感谢路人拯救我，确实是一件很贴的上衣，就是很适合拿来运动。好，它就设计像这样子的，我觉得超好看，所以就包了四色。因为其实我觉得都好看的，可能未来有一天我还是会穿。好，就这样安慰自己。再来呢，就是有一点像是套在外面，因为它就是又短，然后搭起来又好看。我这个就穿过很多次，到衣或怎么样都它会掉，那种时候我就会把它塞到内衣里面，脱掉应该是比较容易。好像还是很紧。好累哦！哇 ，Yes， 然后这个也是 Free People 买的，它
套在外面很轻松用的，让你非常轻松，不用担心，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肉看到啊，然后腰线条啊，稍微遮住一点旁边的腰，然后就很漂亮的那个线条在后面。所以这个呢，我就买了两个颜色。这个颜色的话，当然就是稍微比较变化，它有双色变化，这个它就是白色。好看，很好看，这个设计。好，那总之我有具备了非常多元化、非常多系列的运动系列，又是系列，我到底会不会？怎么办？好，那这个呢？我虽然会拿来运动用，但是我一样就是当一个类似这样子可以穿的外面。这个就是好像也穿过好几次，它就是短版，然后我又把它这样扎起来。就是很关上，如果我真的拿去运动，我觉得要穿好看为主的话呢，我可能就会穿个裤裙那种。这耳朵特别讲，它变化性很快，应该你去找也找不到了。然后这个呢，买了非常多他们家的内裤，就是它的睡衣跟就是内衣裤是还蛮多，不是因为腰的那个设计所以买它。OK， 也是乖乖系列，只是它腰有这样的设计，到时候会把这边领子剪开。裤子呢，它这个就是七分嘛，以前最常看到七分的裤子，小口袋在这边。总之它就是其中的一个运动系列，所以我把它拿出来。当时我买到这个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开心。它不对称设计，然后它可以踩脚。我想要回去买第二件的时候就没了，因为这个真的很好看。然后我陆续也找了好几个都是有踩脚的，对吗？除了腿会看起来更长的感觉之外，拉伸展的时候我是更喜欢要长就是长到底的感觉。一开始是我在买这些还没有这么多变化的时候，确实买了很多黑裤。好像这个它是踩脚，然后旁边有往上，有后感的设计在这边。这件就是我还蛮喜欢的。哦，有没有不同部位的透纱吗？然后这个也是，它这个就是有没有网状设计的，所以我买它。然后腰部也有网。不知觉就这么多黑色，黑色就是一个基本嘛。这个网站它的瑜伽运动系列确实也都质感非常好。我看到一件被我遗忘的造型裤，它的亮片会掉，整个透纱的。我到底为什么要买它？我其实很想要穿起来看看啊，但是这亮片掉得太严重了吧？这边整个都是哎，当时觉得看到 model 穿非常的好看，因为它这里面整个也都有亮片。我觉得我还是先把它收起来好了。先讲一下，就是这一个系列，它就是有点老有透，跟这有点类似。网状系列，但我觉得它就是网的很好看，然后这家可以做大量排汗的运动之外，会让你看起来非常时尚的设计。像它这个裤子啊，就是比较舒适透气的布料，它这个下面就是这样子，透气的那个洞洞的感觉。然后这件它就是有一个网在这边，我觉得其实也是超美的。翘臀，翘臀，翘臀。好，那总之这家就是让你在运动的时候运动看起来更有自信。这两个颜色呢，我还没有穿，选哪一个来穿一下？红色，红色好。然后因为它就是一个拼接的那种感觉在这边，它是一节一节缝上去的，它才有办法就是把这个弄得这么好看。对，条纹不会变形，然后也不会被洗掉，所以它就是非常细致。我去运动的时候穿去这个，旁边在运动看起来健身很久的人就问我在哪边买，时尚子。我跟你讲，我当时看到有好几个颜色都想买，买的时候它就瞬间没有。这家真的也很夯，我跟你说，有种必买的感觉，而且它又非常的亮眼在这边。我看到渐层也会有一种欲罢不能，想要买下它的感觉。它真的太舒服了，然后又渐层的超美的，是有一种买了一百多件然后什么都说好看的感觉。我看到我有两个蛇纹系列的裤子，像这个黑的蛇纹，穿起来一定好看啊。非常的纤长，小腿快消失，真的很好看。哎呦，这件穿上之后有更大腿的感觉。哇，你不要以为白色的时候看起来很奇怪。好，我现在很累。整个白的也很好看哎。其实它是有点灰啦，灰白色。它的包覆感其实也是非常好的，它包到腰里面，非常舒服。有哦，有哦，又来一次，嚯，哇，非常的棒！你要努力哦。这件我也是有穿过，我非常爱它，穿起来会非常纤长，上面还有一点透，然后就是设计当时就是是一个亮点，跟人家不一样。踩脚的地方有指滑，非常用心的设计，到现在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。
妙奇系列，你们自己去看就知道。你如果想要很特别的东西，去那个网站绝对逛得非常的开心，价位比较低的，并不一定说质感非常的好，正常做空中瑜伽下来是 OK 的。那它就是一个有没有我想要拿来拍照。这一家的瑜伽裤呢，非常的缤纷，非常的迷人，不知觉就陷在它的漩涡里面。哎，我们知道有瑜伽，有。其实它真的很多东西我很想买，因为它的那个花纹颜色整个质感非常好，我不太敢一直回去逛它的网站，就是因为我逛了我一定会买。这件我已经上次穿了拍照，独角兽美人鱼，这件就是超美的，我觉得穿起来实在是太有特色了，有没有？太有猛烈的状态，但是又非常的好看。然后还有一件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有点像什么？镜面老鹰与梦广，穿起来就知道人家心情很好。然后它的图腾非常的漂亮的，它质感是真的非常好的那种，非常非常多这种图腾。我跟你讲，随便去逛，随便就会看到随便好看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它会设计在一些，就是你就会觉得，哦，怎么那么好看啊的那种感觉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随便都。一定要摆一些好像很好看的姿势，怎么会这么好看？那再来呢，我有一些运动的短裤，这一件你们不穿，因为它这个太久以前了，就是运动的那种裤子，都很久了。它、比较近的就是这两件，这 H&M 的男友内裤那种感觉的，它就是轻松舒服的，所以它可能适合就是比如说你慢跑做一些不是这么激烈的运动。另外一件，这是维多利亚秘密，当时是跟着一起买的，但是它不是一套的。总之就是有没有维密也出于很多运动系列的。这件当时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网纱在这边小小的设计，所以还蛮可爱的。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多人在问的，当时这个在我 free people 买的，它穿起来可以保护脚底，整个是直滑的。它也不是鞋子，因为鞋子有些就是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负担大，你又想要轻松，然后又想要有一些力道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。它这个就是为运动出的，它的抓地效果非常好。你在跑步的时候就会觉得脚底好像痛，然后你又不想要穿鞋子，它的袜子有些直滑可能不是这么的好，而且它整个非常的舒服，走路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整个脚有很放松的感觉。所以这个真的还蛮推，可以买的一个辅助品。我穿它运动两多次了，都非常的让我满意。再来剩下连身的这个连身系列。这个是为运动而设计连身的系列，完全不会觉得说它会卡还是怎么样子，会胸就是包覆胸的这个部分，就是它有卡住这个地方，除了会让你整个身形会看起来更拉长，运动看起来更有自信感之外，又可以拍不同的照片，就是这样。连身系列的，有长的有短，然后当时还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运动啊？它就是为运动而出的啊！你问我为什么要穿这种啊？它就是运动的啊，它就好看啊。要是不能穿这样运动，是不是？我就想要穿这样运动，怎么样？你就是要穿，就是稍微比较露，你才看得到自己的身材啊，你才会激励自己，就是让自己更好啊，这很好啊。不懂，延伸的，有没有？我们在做那个人体电风扇，人家说是那个市场赶蚊子的那种，小时候都会有。我知道那个。你现在看到我们穿连身这个，是不是超好看？就是很好看。好，再来，哦，这个也有。它是长裤，但是我把它剪成短裤，有没有？它的那个背很好看。总之，连身的我觉得穿起来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，没有说一定要哪种，我觉得就是喜好问题。这一个就是也是连身的黑色的，我觉得我穿这个会看起来太瘦。你选到摔跤系列是不是？对，怎么我领域扣起来蛮大的？那总之就是我觉得当时看到这个，我觉得就是真的也很好看，所以我就入手了。好看，不要在那边嫌弃。他就很瞪了。好，就算没有很厉害，也要穿得很厉害。对，你会不自觉、很努力的一直运动。连身的也是专业的，也是非常包覆的，有没有？大家很会问我说，这样上厕所不会不方便吗？啊，你运动是要一直上厕所吗？我穿这个之前先上厕所，然后再很认真运动一个小时，然后再把它脱掉。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说你里面没穿的话，它背也立的感觉非常好看，确实很适合调延伸，让你看起来身形拉。总之就是痴迷收了100多件，这虽然很累，但穿完其实很开心。我可以重新安排哪些排队的穿。最后这个袜套比较像是跳舞的人运动的时候再穿，空中瑜伽加舞蹈那种感觉。这也是 Free People 买的袜套。就很长的袜套，
超长。总之它可以让你就是很轻松的有一些变化去穿它。就到这边了，有没有从白天拍到晚上？等一下我们赶快来收拾这些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铃铛按下去。那就这样子喽。